这个事实证明啊，那么台湾啊网上传播的啊所谓啊香港警察啊要逃到台南啊，或者说要逃往或者说要移居台湾的啊这个消息啊，是个不折不扣的假消息啊。那么对于这样一个违反基本常识的假消息啊，民进党当局啊有关部门负责人啊却如获至宝啊，在网站上大肆炒作啊，结果呢使自己啊沦为了一个政治笑话啊。那么他把啊维护法律秩序啊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执法者污蔑为黑警啊，与他啊利用个人权位公然庇护啊这个私烟案啊高铁失落现金案啊等弊案的行为啊如出一辙啊，说明他心中只有党派利益啊，全无法律正义。那么谁黑谁白啊，一目了然啊。谢谢。